按眼角眉头三分钟，明目去疲劳。阿女，等我带你去配翻副眼镜先。唔制唔制，戴眼镜唔靓女噶，仲会加深近视噶。系咩？好多时候家长都会问，如果同小朋友戴咗合适度数嘅眼镜咧，都会唔会系增加近视嘅咧？其实就唔会嘅，因为反而小朋友唔戴眼镜嘅话咧，往往会眯一只眼嚟睇嘢嘅时候咧，会加速咗肌肉嘅疲劳同埋眼球嘅负担，反而咁样对眼唔好噶。在治疗小朋友的近视问题里面呢，可以选择很多穴位的，其中常用的我们会在眼角的睛明穴，和在眉头的攒竹穴。我们一般呢都会考虑用一个按摩的方法，每一个穴位和它按摩大概两到三分钟，一日大概可以进行两次，对舒缓眼部的疲劳和近视的疗效都非常好的。在中医角度，除了用穴位按摩之外，其实日常的食疗都有很大的帮助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草决明、蟾退、菊花和杞子，我们一般煲水给小朋友饮用，对眼睛非常好的。原来吃一些含花青素的食物，例如蓝莓等等，都可以改善小朋友的视力问题的。